榴莲，红黑红黑。这个是金瓜，我终于找到比我的脸还大的榴莲。哇，好料啊！来给我，来跟大家，麦麦老师要开榴莲给你们吃。耶、yeah, ，首先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榴莲？金瓜。金瓜。解完手套先，首先要穿手套，因为手是很重要的。嗯，然后我要抽的草，我要抽个草。哎呦，第二，去掉它的筋，哈，然后它就平了。然后，无啦，乱乱来，这位。爱胡呢。哈，哈。啊，这个不会开榴莲的人了。无理由，哈。原来这个是不会开榴莲的。一毛块的胡呢，真的。有，他会吃榴莲，他不会开的。啊！没错，买哈的哇。他是会吃榴莲，他不会开的。哇哇！一打鸡，不是超一鸡打打鸡。一天气，天气变成。哇！哎呦！哇，蛮搞的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你面顶也是烤，好食。